我想做一间有听到，安网络嘛安也暑假有咧讲安要摕乌龙船来换大陆，但是讲换大陆的代志，哦，感觉好讲。因为阮的即马按中西太平洋吼真欠大陆的扩大，啊，伊我则有一点仔有一个疑问，就是讲伊安过去即几年来。 按所国内所列的瓦岭城，会配额有1709栋，吼、哦，啊，按这3-5年来上高额的一年就是500几栋。我的意思是讲，因为瓦岭城的伊的经济价值是超过大陆的2000倍嘛。 我是讲，希望会当换是阵，是会当讲，按嘛是会当对用，是会当来换嘛是换，你就一倍钱唔多。安尼是，大国家会配额，好啊，应用，安尼较慢，嘛较袂多，啊嘛会当解脱按中西太平洋遮咧作业的渔船，伊会经配额来经济。 报告长官吼，因为我们这个作业吼，长官拢知影讲火尾吼，咱咧作业的时阵吼，遮是一个季节咧作业，啊，毋过吼，咱希望讲这个大陆的政府部门吼，气象署嘛替阮吼做彻底的解决，因为讲实在就是讲，咱中西太平洋这个大陆啊，欠的这个人数吼，已经每一只船啊，敢若分20栋吼，实在是无够啊吼。 那这个状况，若总讲起来数，会当帮阮做一个解决，是上好的啦吼。若总讲伊这个火卖吼，伊每一年1700栋左右，每一年若总讲伊有千分出入千几栋，啊每一年拢安尼出，其实到年底啊吼，其实拢是浪费掉的。啊浪费掉的，你一笔钱了啊，根本无效啊，我都换成现金嘛。但毋过阮即摆这个中。 太低啊！吼，这个大陆的吼，是阮真正讲规年探底的作业。我都支持阮规年探底的作业。啊，这种的，那种你伫遐，你谈的时阵吼，全部咱以前啊，这个黄海时阵，有做些遮船啊，为着讲咱干这个大陆啊，来输个，掠着，我来个蛋蛋蛋做个，这是做无差的代志吼。那种讲会当适时地甲做一个交换，来对咱遮的渔船啊。 有一寡讲吼，实质上还不足，伊只好都对伊讲吼，看得到也试得到。那么你若说讲，干那保留底下这个网程，会一寡会一寡配件，对阮来讲吼是看得到都试不到。吼、哦，这是我希望讲吼，政府吼会当做第二代志，而且做第二代志吼爱坚持个，吼、哦，袂使讲袂使讲，因为阮底下伊阵啊吼，上希望的，就是真正会当登记机会啦。 那总讲，往常这方面吼，咱都1700栋，啊，500栋的量，咱就保留一批1000栋啦吼。诶，以后讲，以后咱数据也是会吼，咱这个渔民朋友还够发到运用。啊，那所以还够700栋，700栋，你浪费嘛是浪费掉。这对阮来讲吼，是一个正正珍贵的资源啦吼。啊，因为讲咱这个诶，咱个这边小片渔村啦吼。 他们用这台机器收集的家人，家人怎啊？那如果哦，有这个家人会家哦，那么如果对咱家人有些有所交代，真正讲会当以这个会家来换现金回来，啊，增加阮家的渔船啊，从我来收金，哎，对咱来讲哦，这是一个福气，谢谢。后来，我们再一个问题，然后再来做回应。
嗯，副主委吼，我今仔日讲是讲，咱伫99年到104年，有来规定一个季节性的捕杀数，总数是250只。啊，因为经过这几年的演变，伊阵啊买卖甲解体了后，变作今年实际去申请季节性捕杀数的总数是84只。啊，真正有需要，真正人伊无登记伫季节性捕杀组的内底，人伊真正属实伊要去掠，煞变作无法度通去掠。即帮啊有介侪船东，伊去买船啊来，但是伊即只原底是季节性捕杀组的。啊，伊即要讲要去掠，哦，撑啊俗，伊要去季节性的了3-4个月尔，伊就要去掠，啊，煞变作无法度通去。啊，你咱原底140只。嘛，减101只去。我真个是希望讲，咱树林会当讲用总船数来管制，或是变200只。哦，咱个原底咯有登记250只嘛。哦，啊250只，无咱个以总船数咧规定咧200只来倒。吼、哦，咱一年咧规定即200只来登记安，明仔来倒安就好。啊，卖管它伊是季节性捕杀组个，甲毋是季节性捕杀组个。咱也毋是讲甲超过讲啊，当初是咱着入去5年的规定，99年到104年的规定，着250只，咱嘛无超过迄个250只，咱嘛是希望讲以200只来登记。我今仔日我六工买船仔来，啊，我一只着原底着像顶班有诶，人一只船当伊着共买起来，伊着毋是季节性捕杀组个。啊，你讲我要去掠季节性捕杀组迄几个月呢？你无法度互阮去，啊，你定做迄250只名额降点遐，你着。站着茅坑不拉屎，有诶，有诶，迄250只，伊就死，伊就去租船啊，甚至讲换洋裤去别位啊，啊，伊就无倒，啊，就行100只，就无人伫遐咧叮当。所以我希望讲，咱树林会当开放，讲互用登记诶，咱若歹登记超过250只，我嘛希望讲，哦，200只，互伊登记200只，不管你是季节性捕杀组还是毋是，拢会当欢迎。咱东港到咱琉球的渔民朋友，只要你若愿意要去季节性的要去掠水草，大家拢会当来登记。哦。
这委员会吼，大会爱通过，通过才行吼。因为其他的国家有啥物意见，比如讲这南太平洋国家有意见无？这我即摆唔知，可能有这国家、两个国家不反对，或者也无无事，我都是讲啦吼。即讲即摆爱做，讲毋通讲这议题或者这也再搁通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同你讲，头拄讲这三百万或三百万。人嘛讲啊，即黄金啊，画石头啊，黄金画石头，即无问题啦。哦，其实头摆即李李叔嘛讲啊，其实完成差不多平均吼，即摆是差不多，人家遮主要啦吼，差不多五百几块嘛。啊，即个大马，伊个日本市场差不多到300块啦，啊啊，200块到300，其实啊，即介绍应该是。有人讲差20岁啦，啊，这东西，我嘛太在好笑了，我袂讲，所以讲咱出来电话嘛，这曾经问话，这假吼，唔叫小，这资讯哈，拜托这我们邻居朋友自己，我们也要了解，要弄清楚。一些哈，很多功能也有错了，就是能够换第一波，能够换啊，第二波以后再来谈换多少啊？如果能够换成功的医疗。如果大家有共识啊，完成，真的用不到的，再拨一部分出来，当然要保留一部分给我们年轻人的领域要用好。啊，真的可以跟提议跟想共同化的国家尽量来争取，或说谈多少换的费，必须要接也要对方同意啊。其实接案哦，日本内部也面对他们自己居民不同的这个集团的居民不同的声音啊。其实他们内部也有处理哦，我们提供啊，他们都内部都很顺哦，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说可以拨出来哦，那不久吧，希望能够达到我们达到的目标，共同这些目标啊，能够让我们这个能够活化运动，好，这是第一，完成的。那第二还是季节捕杀啊，以及这贵鱼哦，也有渔民朋友在反映，因为贵鱼是印度鱼俩刷，两个一起。那一只印度鱼俩刷一准，因为太监嘴想来太平洋这边来做，因为会直接讨论按几按几准哈。我们大概要跟小廖协会这边讨论，或者你们在讨论，应该还是按照过去的时机啦。好，以前基本上国际上就是好像就是时机啦。你贵鱼我们这样就可以这样子，你贵鱼我就那可能就要排队来抽签啦。那他说艺术工哎，让他说获利工哎，给一个特定的这个人吧，或者我找家接准驾驶哈，来开发做季节捕杀。这个我们可以回去研究看看哈，因为今天两刷一系很敏感的问题，刷一今天哈，基本上他说用介绍两刷，是因为讲台湾黑市啊，讲台湾两刷的计划，因为内底计划因为都贵都。这名单哦，成交水拢应该是拢固定啊吼、哦。这有法多有法多增加，这可能爱考虑这些问题。第二代讲，因为这鱼池的问题吼、哦，对很多环保团体都在处理。为你们来这边做简报的时候，大概都跟各位拜托哈、哦，这个鲨鱼的部分的话、哦，就是大家尽量做一些能做的哈、哦，那这些让鲨鱼业可以一直。永续下去，不要因为一些负面的影响啊，让我们整个鲨鱼业被外界攻击，那哪里有错？啊，好，好，谢谢。我这个，干物委换业，我往往处理哦，环境自然环境的方面，还有就是我们的国家研究上面很多在上课的方面，那动物这个爱一点买一点，在哪里做做观点嘛？这边上是这样做，一点来改，那我们你有本来就做，你看，好吧？你去搞个这嘛，就是蛮可以的。我好像是想来简单的搞个这一点，好吧？不要说你说300就换300，第一步是这样的。但是将来如果谈到说300万、600，这个还好。我这你放心啦，因为这台湾终于比安尼大啊，你嘛是物业上万容易啦，安怎去接触？啊，这个我。这样完全没有用心啊，那绝对没有说那个价格差别造成。在对家的主控，一定要站在台湾的那个立场，尽量去争取，不管是
什么样的配合都能够都能够，咱都往咱的做得很喜欢哦。那第二个就是另外你讲的，就是季节性那个哦，他现在是要求是说是用总量管制的，不敢用总量管制。这些火鱼哦，我来注意这两个事情，在不违背国际的那个规范，甚至于那一些不是那一些保育类的哦，就叫我们这个空间的话，总量管制。做一个，然后再告诉你，这个是那叫陈文生，哦，比较，这个讲这个，哎，认真来一关，然后哦，因为上他讲的那个转速很多了，就是这样。那如果说有这个空间，就用中央管制。还有，不，还有我连这些都欢迎哦，研究一下再来回我来讲。还有，不来，不来。啊，迄、那个必须对方内在啦，啊，你这个村长讲，哎、欸，他们不能参加去，哎、嗯、呀，你讲的有，你知道你讲这个对，你知道你讲对，他们都有参加，你都参加，啊，你参加肯定都，你的团队有，不是安尼嘛，不是，吃安尼，安尼，小布是安尼，安尼我较歹，是啊，安尼我同意，安尼，安尼好，不如来，不来，好不好？跟天一样哦，副主委还有各位长官，我今天要讲的是可能比较敏感一点，我要讲渔工的人权的问题。渔工的人权哦，到现在已经无限上纲到公怕半夜就老无天了。他们现在哦，我们政府没有办法制止他们。然后他们的权利一直无限上纲，那他们的义务呢？我这是我的船回来，然后遇到几个事情，我来讲给各位长官听一听啊。我这是被两个渔工说要投诉了，我从来没有被渔工投诉过，应该大家都知道我对渔工很好。但是怎么投诉呢？第一个就是我的船有两个渔工回去，结果其中有一个去投诉。但他还没有回去哦，我那天早上接到消息，我马上叫他来，结果他说他听错了，误会。好，但是误会你已经打1955去劳动部去投诉了，那一立案下去是误会啊，那个都已经在超的误会，然后后面渔业署，然后我们渔民、县政府全部的人要为这个案子去公办办如此都要，那这是社会成本呢。第二个要投诉我是怎么回事呢？是。礼拜一的时候，我有跟他说你还要不要在船上，他说要。礼拜一的时候，我跟他送去签证，一个人3000块。礼拜二，因为礼拜一晚上他在船上跟我一个船员喝酒吵架，他礼拜二跟我说要回去。我跟他说啊，你我昨天问你，你还要在这边啊？我去帮你办签证，3000块都付了。啊，你如果要回去，是不是3000块还给我？他马上说他要投诉我。他马上说要投诉我，那我说你不用投诉，我说你要跟谁投诉？他说要跟渔业署，我说不用，我叫渔业署直接过来。那一天刚好一组人在盐埔这边访谈，我就叫他们过来，我叫他们整全录音起来，还有做那个笔录起来。他竟然当场就讲说：“阿爸，那阿我会当投诉，都按投诉给我嘛，我要紧啊，阿无什么代志啊。”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到这些渔工已经无限上纲到，不管什么代波，我为什么代波的1955卡哎，因可能无代志，但是后边那里不死啊，不止你恁内无用气啊，出门关系你们爱有用啊，但是很多都是误会，这些小事情呢、啊，都是误会的东西，这个要怎么解决？县政府这个承办人员啊，有些你们知道，直接跟我讲，每天要收到两三件了、啊，他给什么事？查些都没什么事，像我自己遇到这两件，你不会觉得很乌龙吗？今天我们变成怎样？政府遇到人权的问题，我们就一直退，可能是今天退一点，然后明天然后呢，我就退一点嘛。两年，你回头再去看一下，我们退的东西你看了多少？我来举个例子好了，像那一天下来宣导那个影片，好像全部的渔工进来，全部要在那10分钟，还要摄影起来。宣导很好，那我请问一下哈，
你们宣导十分钟，然后一直宣导愚公的权利，有跟他们宣导他们应尽的义务吗？他们如果没有尽到义务，我们怎么去制衡他？好，再来平权好了，我们来讲个平权嘛。对愚公既然这么权利这么好，我们赞成，那我们愚民的权利，你们能不能制一个理论来说我们愚民的权利在哪里？当愚公没有尽到他们的义务的时候，我们的权利在哪里啊？你们能制造一支影片来跟我们宣导一下吗？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已经很危害到我们渔民本身整个产业的问题了。我认为这个东西我们应该要好好去讨论一下，看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渔工一来，那个合约书以前有一个保证金，后来说不行，不能压。我认为这个应该要去压，但是不是用保证金啊，应该是履约保证金。为什么？因为其实前一阵我怎么样想这个问题，也是这一次我遇到一个问题。我有一个愚公，然后有一个礼拜五下午发奖金给他们，他赢很多，他赢三万多，结果我不知道啊。昨天早上警察局打电话给我说被抓去警察局，我就去把他跑出来。结果他那一天5点花完奖金，又去喝酒，喝到凌晨2点，在路上打人。然后在虎营那边有管理员出来干架，就是我怕，人家报警，三个警察去，一个他怕，就被抓去了。我那个照片怎么全部留起来？因为这个东西以后要跟检权那个都这里都有，我还要跟他写起来。就他去打人，我要去帮他和解，和解3万6千多。美金1200块，我又叫他写起来。结果他说他不要赔的话，他就要回去了。他说他身上钱都被拿光了，他也没钱，他还要借跟我借5000。要回去，我还要买机票，等下回去总共5万多。啊，我等光了，要我晚归，我现在完了。啊，你不回去，请问一下哦，我现在请问各位长官啊，像这种愚公，你再不让他回去啊？要回去，我还要我晚归。啊，我卖了等你，我那要经历啊，各位要带出去啊，去各位两个趴了，发生代志，下回答。可是如果有一个履约保证金，他如果有他要保证，他跟我们签这个约，他怎么去履行？今天被把钱寄件外，但交出去保外，我等我安全嘛？但是没有人啊，一直只要遇到人权的问题，我们就退啊，等龙北山我都没考进，然后这种事的。那我们台湾一直在讲说渔工的人权我们要去保护，那请问一下我们渔民的人权谁来保护？要看后来那个我后来报告胡主委哈，因为这个报告头先这个孔兄哈，你讲的这个愚公人权的代志哈，确实大家拢深同感受了哈。因为即马这个李亚素即马有咧讲一个讲要实施这个188号公约哈，这个后摆这个期间一天都爱回歇困10点钟，是一礼拜都爱回歇困一天。啊，即马咱这个新造的船啊出来了后。现在规定说吼，24B以下的，你至少6个人爱甲隔一间；24B以上的4个人，你爱甲隔一间。啊，不过吼，现在阮碰到一个上大的问题，就是讲吼，若准讲是按照安尼规定啊吼，原底即马以这个太监准则内底开放吼小船讲吼，10%以内会当放宽的这个比例，阮感觉讲这是绝对无够的。这后摆对阮这个的产业来讲吼，应该讲，这个问题若无解决，必成断头去啊，断头了啦。后摆即咱即个渔船啊，都必成讲无法度建造出来。你建造出来，你都要六个人隔一间啊。你都要虽然讲188号公约伊无规定，就讲便所，按可你船啊面顶，你敢免予伊两间便所？啊是讲，小可讲予伊一个浴室内底洗澡，因为即马树林完了发出一个公文啊吼，内底写个清清楚楚。后摆即太平洋的岛国，你即马若入去港口内底，可能会甲你检查即个船员啊生活的空间到底有够啊无够。即马问题来啊，咱若船员入去了后，也是讲船东惊吓，唔敢入去，也是讲咱合作的条件，咱无法度符合的时阵，对咱特别国际面顶要和人竞争即个市场，这是上做大个吃亏啦，所以讲哦，这种的我希望讲哦，
因为树林有一个计算的标准，我感觉讲对阮这个小屯者真无公平，尤其是百栋以下的，你大家拢开放10%，你开放10%，阮100栋，你开放10%10栋，阮需要空间，每一件这个灵魂团体拢是三阮的相片来甲你攻击。啊，这个大船500栋的，你开放10%10%，啊，因的空间真好势啊，结果你让伊50栋，送伊50栋，啊，都好加，愈好加，善加愈善加，哦，啊，佮游渔船啊，你佮无规定。啊，因那个愈大只，啊，是不是对阮东港遮要延续永续经营的一寡传统来讲，是真无公平。希望讲副主委会当替阮解决一下。好 ，OK， 两个问题哦，那个小船不过的，你就什么时候要出来？如果不要增加的，好啦。好，我们感谢秘书长的回应哦，当然。当初我们六月在那些修改那太监组织的时候，一直那吼，我们就是讲先点一个统一的哦，就是大家拢提供10%，可是我们也承认了吼，10%对小船哦，尤其是100吨的小船，确实是不足的哦。啊，所以我们那个最近哦，因为那个唐港亭哦，他从这边他也定出来了，啊，我们现在是在前半或在近期哦。我们要邀请航港及造船工会啊业者，我们会来召开会议，我们把这个不同论级的哈，它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哈，我们会把它那个讨论，还有我们不能不来去这个太监准则的规定。哎呦，因为就是这是新存啊，哈，新存的新存不行，安尼是用用古存这样会用的，就是教育给同学一种新存这进来是里面增加一些住宅空间里面。讨论有充分的那个，要让它能够有足够，哦，反正它不增加那个医疗能力，而且它配合都是地的，哦，地主在带动，所以报告后话题，啊，咱就存在安尼，咱就感觉讲安尼会使，安尼啊，即个对即只船只，你走啊，是作业还是怎样，咱就叫咱的医师来做，哦，主管没有去看到这，你嘛不一定，你也阳光或者看到。哦，这有一个经济的一个算法，安尼你们就赶快那个，在一个月里面可以吗？可以哈，一个月来得，然后哦，啊，迄、那个咱孔先生咧讲这个鱼缸的代志，我是加，因为这个鱼缸是对咱鱼啊的哦，迄、那个影响真大。我比讲吼，满海全鱼啊，但是不鱼啊，嘿嘿，就这样咯。伊啊，看阮鱼来啊，什么？你去做海哦，愈来愈歹。咱讲诶，以前那个吼，咱去海即个时，不比迄个都上较好啦。啊，即卖吼，从联络过来，顺便做个上诶，是较舒海啊。啊，所以讲做海咱就特别，咱一定好就是爱用咱家己啦。哦，我讲咱较早诶，民族拢嘛是爱过较好尊敬，拢爱过上好地啊，是不是啊？有人叫我有朋友，绝对是安尼嘛。阮的迄个稳定啊，就是这个在库存顶嘛，完成是完成出，可能你若早期去探听，这拢也足好。伊讲走水路无比啊，伊也较好。啊，所以即摆变作安尼的这个情形吼，咱就是时间的问题。啊，当然你台湾有这个案的发生吼，过一天个案的发生啊，甲咱国际上做个地方来做真大个一个，真不利对台湾不利，敢那这个形象咱拖下来就是。啊、本来你讨海，咱咧讲就是讲，因为你本来的空间就是做较硬嘛，无啥物讲咱你着上诶是即种诶情形。啊，所以咱咧讲，国外伊本来就有特色啊。伊迄阵啊，你游诶时阵就是你作业时阵较，咱讲加入讨海人，讲较三分险嘛吼。啊，本来就是讲，当然你是做较久嘛，做比较久，不如做会晚年会啊，会晚年安尼。当然啦，在有上面想，就是讲啊，这安尼拢无去看嘛，啊，这类因一般的人权团体家己想的代志，啊，所以咱拖海这个特色，咱就是爱甲外口人沟通。拖海本来伊海上就有一挂代志，包括咱的这个水嘛是共款，那有可能讲，毕竟要水多，伊个水规多，水在伊适应不干的，一定是无嘛，一个抗战的寻找会放的加水嘛，伊个人。即咱做过兵，做过海军的人，嘛知影即个原理。啊，
啊，这个就是咱就是爱甲外口本来你土海受到这个影响，所以对土海啦，做对伊啊，这个爱较照顾，原因就是伫遮。就是政府你必须爱多一点照顾，多一点人听受遮啦，有遮个人如果害，你家己进出。哦，这对咱国家是真真重要个代志，因为恁最近用水太灵。每个国家，你拢在咱伊个村啊、村啊、伊啊里边啊，可以走，那么才可以带回来这个方便负担。所以这点我想吼，这边就是讲政府应该做较加。啊，即卖你讲嘞，讲这这变做是一个咱无限增加。啊，就讲请这个人来，就是要给咱帮忙。啊，咱你讲话，你搞出来啦，甲村长啊啥沟通的时阵，我来人较阿塞，我袂同我想个话。来，所以你进前的时阵，咱做个海上的案例啊，伊拢是沟通的问题啊。阮尤其在遮哦，国头嘛，有遮船啊抢，拢对伊发生这个案件造成。啊，这个就是讲拖海这个中间的一个沟通的问题。有遮就是讲，咱若去拜托讲哦，遮个你讲的就是安尼哦，发生讲较清楚。啊，不是讲。咱尊重有力，咱就讲拢完全拢对无。嘛是爱讲清楚啊，我讲互你听，互你了解，啊，互官员听，互迄个、迄、那个、迄、那个劳工嘛。你即摆即个案一定是拢第一个做到第一，政府的即个劳工单位、企业单位拢会介入去做处理。你你家己互伊互伊处理。我即我即摆意思是讲吼，讲参与这个代志，咱是毋盲讲这人，你甲咱拍平。啊，咱可以较好势咯，啊，伊个迄个效率较下，甲咱提高，啊，咱就好多个，哦，啊，就是。那个不过，要现在是提供当个的面，啊，面，哎，啊，等于希望公司，啊，我今仔我卡，哎，如果我卡一九五五零零啊，我不知道我得跑啊，现在公司嘛，差别。无，咱吼，所以咱房房产还是很喜欢房了解者，这嘛是伊个数来对这个摊位提供。即摆变做讲，因即政府是讲个行政啊，即有哪有到迄个国家人权委员会，到迄个总统府，我嘛参加即个会，当时就是即个胡世杰，我甲讲有咱有感人咯，对咱的义工的迄啰一寡案件，包括伊家庭的生病创伤，咱伊提供的嘛五个迄个案例，拢是讲。足甘心的，但是你甲人权团体讲话讲，啊，你讲你拢讲好，那无讲歹。啊，我嘛无否认讲，咱有这个案件的发生，对无？你参与迄个，你参与那个什么？你一定上过那个，就是那个咱那种，哦，吴世群，哦，吴世群，你家就知嘛。啊，讲那这样子，那嗰啲嗰啲那个，你犯人，好像在法院那个。啊、所以这个代志，我是要拜托讲，这就是双方啦。啊，我见政府这边也尽量做大很高。咱就讲一辈人就来个，咱斗三个。啊，我嘛对你礼貌加迄款讲，礼尚有教迄款，这个吼、哦、咱做好高。啊，这边尊重的这个吼、哦，这个声音有遐啦、哦。那些人权团体跟我们比较高级，有这个案例，拢有这个案例噶，是讲完全咱尊重公司。这个话题还有一点当地的那个朋友，你们这一些哦，就是要把这个案收集，然后像他讲的这一种，就是一个对啊，这个案就是讲这个男尊处女跟这个这样的事情，就我们叫保安，啊，你们要去访谈的时候，那个是要技巧，访谈的一些技巧，然后这些东西，然后要不管你们讲1955。这卖一定落来看原因啊！哦，这个吼，这个代志我就是爱拜托，爱拜托各位吼，咱一定爱合作。啊，咱吼，咱边界大城市是啊，咱讲的是就是啊，温和起来嘛，安尼吼，比较快。啊，无咱无话解，咱嘛咱从事大家嘛是拢做唔错，是恁讲的安尼安尼。所以这个代志，我想咱大家也都来看。啊，人权团体当然是伊个目标就是一点点人权嘛。啊，保育团体个目标就是保育，伊个最高个就讲上好伊个拢爱伊个，爱伊个就食。啊，咱有八道公园嘛，啊，公园嘛，啊，
这就是咱就是讲吼，尽量来互相了解，啊，这个人权，吼，是不是安尼？我做这个案就是讲吼，这个人权的那个这个事情啊，一定要做到的。那第二，我们得，哦，得多奖励那个劳工，这个都让老汉子们也是啊，我相信大家拢无相信我，啊，伊也吼，家己拿出来。啊，咱嘛讲，我今仔日都出来，我当。伊顶摆嘛是一个领，就是咱款足好个物件好食。啊，所以要过要过节，咱都带伊去餐厅食。啊，即我拢甲伊个讲啊，讲你换只领就是安尼啊，不是随便做。我你甲讲做，我甲伊知个。咱来甲咱做，有啦，那个做还较歹个，即个讲，咱就咱就是安讲。啊，希望就是讲安尼做，我都有信心，安尼我想。诸位好，小料协会今天有那个，我想要延伸一下刚刚有关 ILO 的这个议题哈、哦。那有关渔船进入南太平洋岛国的这个港口哈、哦，其实 ILO 的这个议题呢，我们真的很希望说，我们政府这边可以做一些新的办法出来，让我们可以未来不用为了这种事情去害怕。那我现在要延伸出来的话题呢，是有关我国籍渔船在不管是在哪一个洋区，他们其实我们台湾现在在大陆的配额上是真的很不够，但我发现我们政府真的目前没有在做任何的鼓励，因为其实要有足够的配额来使用，其实就两个方式，第一修船啊，不好意思。那个减船，第二就是鼓励去参加渔业合作，在租船这一块可以帮助我们国家这边有更多的资源去给公海的渔船去使用，因为当我们去租船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把我们的配额给就是让出来了。但是这个议题其实我在去年我就有讲过了，但我没有看到我们的政府有任何的作为在鼓励我国渔船去参加渔业合作，因为渔业合作说真的，我们现在呢看到的是，我们不仅仅要配合台湾的这个渔业的政策，我们也得去配合当地国的渔业政策，所以我们其实没有比较好。这个在我们自己是业者，我们在推动这个，我们根本也不知道要怎么跟别人说，但事实上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优势存在。他们宁可到东海里面去作业，然后报告各位，就是明年帛琉也停止租船了，所以明年帛琉那边的渔船也会到东海去，那到时候呢转载量一定会再增加，那到时候呢我们在国际上也会继续被打压说，哎，台湾你们的公海转载数怎么一直在增加，但你们有什么作为？所以我在这边再一次的想要强调，就是我国你们我们台湾渔业署在鼓励渔船参加合作，或者是有什么办法去让这个配额给大家足够使用的一个方向，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还是我们只是什么都没有做？以上。好，谢谢。什么都没有做啊，你什么都没有做、啊。我给你的 ILO 和那个 ILO 的那一些规划，就是 ILO 的规划，再找一个去印那个折页跟那个东西，好好说一说。明天啊，因为 ILO 一点适用的那个东西，基本签署的国家大概是几个？好，我现在总结一下哈，现在签署国家都有13个了哈，啊，其实这13个里面哈。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大概就是阿根廷、南非、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英国、泰国、那我们这段期间、我们都透过我们的各种对外的一个关系，我们去收集、
哦，这几个国家他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规范哦，比如说上个礼拜哦，那个农委会有召开那个我们台英嘛，哦，台英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对谈哦，那我们都有去探讨说，因为他们针对这个 ILO 的规范哦，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定哦，啊，所以那另外我们也透过外交部去收集哦，这个有关其他国家哦，它有那个订定 ILO 规范的一些国内法。那我们收集完以后，我们会就像刚刚啊副主任指示，我们会做一个折页哦，会跟移民家长先大家知道说，今天我到哦那个出海机座位，我可能到哪一个国家，可能他会做哦一个 PSC 一个港口检查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处理？好，阿林，你也在，一点改一点应该经历出来这些折页要不要改？啊，就把你们那个。刚才答应的放宽那个小船的那个带路，也一定要在这里面告诉他们，什么样的问题可能可以多少，尽量就是给他足够的那个安全，再加一下环境，加上生活的问题，啊，既然不给钱的话，那个对我来讲，我不一定走了，你话你世界多钱哦，比较重视地方，啊，你就看。
新闻给协会这边，协会听说了哈，也有几条传报上来说要从这种模式来处理。那这种东西我是觉得是方向应该是对的哈。那至于说这个检查的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能够争取经费，那这部分可能也要我们长官甚至我们高层这边一起来思考，说能够有更宽裕的经费哈，那让我们这个检查的部分能够检查计划能够实施。那这部分我们一直持续在跟高层在争取经费哈。那当然政府预算也是有限，它是不是把所有的病，比如今天通讯费都有政府补助的，那这个也许是最优先的啊，那。但是资源还是有限的，那怎么样是最优先能够最迫切让我们渔民有感的啊、哦？我一定先做啊、哦。那检查的部分，我不是说他无感，但是他一定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了啊、哦。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再跟协会这边再持续的讨论，然后基本上能够现在你这样容易做的，我们一定会先做。那检查听说有标准再报上来啊、哦。那再来，刚刚提到说C188的事情。事实上，除了那十几个国家，那刚刚提到说，事实上南太平洋国家在明年开始哈，也会把这个渔工的人权列为他渔业合作的一个条件之一。那这个部分，我们资讯来看，应该是针对西造船，好，那针对西造船能不能符合C188的标准，那这部分可能很重要。如果对旧船的部分有没有适用，我们还要再跟这些岛国哈。能够再确定。不过从侧面来解，有一些岛国，好像虽然他们的 FFA 有这样的一个共识，但是好像还没有正式要实施。所以这部分大家其实他们也都知道有困难，但是这个方向大概是就是这个方向，我是觉得大家还是要先做好准备。小心报告。好，安内后，第一点哦，检查的那个门罩，以及有一个标准的。上去的，这个就讲，因为大家都欢迎意见，这样在做对的，去争取配合华电，再看看，我们就找那个协会的人，那个高雄的，去日本再逛一趟，来给画一个飞船，是吧？是这个吧？是来那个配合吧，多一点配合。另外一个是。那没关系，那个也是需要的。那这个也要找他们看看怎么样可以找，大概在一进驻嘛，应该到小了，这款到。然后他们如果说要变船的话，还可以吧？变船那个可以，哇，接近过他站起来，都啊，然后那个折页那个你们一定要，还要来跟那个小孩坐在这边，我们才这个资讯，我大概也要看，应该是在那里。那另外应该是系统，目前是系统的系统，是那个对称性的，而且也在一大部分的国际的那个，哦，今天就来处理。好，阿林过来，最后一个那个问题来过来。副主委、业主各位长官，大家好、哦。我知道最近哦，业主啦、啊，还有那个农委会都很尽心尽力在帮我们那个渔民解决问题。但是现在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解决每次讨论总归一句就是这样的结果。那我们要让渔民有感，就是赶快把过的，只要是公文或者理论上过的，一定要先发文，才能让人民有感，否则你业主说啊，这个通过，这个通过，包括立法委员帮我们争取，都过了，但是没有文，还是各个单位行不通。我举一个例啊，小船现在就是他们已经改为2年的船也可以代理轮机长，但是这个已经过了，迟迟文未到，所以他们每次你如果拖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所有的渔民会说，你们都是嘴巴在讲，实体没有真正的。来做给渔民看，变成这样，他们心中的感慨跟我们努力都会变成一个白费。所以说，每一个案过，我们最终的案的结果一定要到赶快到渔民的手上，或者是发给协会，由协会赶快来通知，这个才是真正我们要做给渔民有感最有力的证据啊！这个希望那个副主委还有那个各位那个业主长官都能体谅，要不然再怎么讨论，他们都会说哦。作秀两个字实在是很不值得啊，我替你们不值得啊。
次来就是拢会比较早要走的就不太高的。我记得上一次来这边，我也是一个走一条不走路，五一块两通五块。但这个是确实是这样，因为今天讲一讲，然后一而不解，接而不行，那比上，那所以那个小两年的那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党哦，那个长期争取的哈，就是因为现在我们那个干部传言哈，那个有一些是用资深团员代理的哈，那我们现在是规定说哦，那个小船的话，你要三，你未满20吨的，你要有三年才能够取得代理资格，那 C 三其实是要两年哦，那 C 一以上的是一年哦，那后来我们是有考虑到。必要了，所以我们哦，那个有去修理相关规定，现在我们也有那个讨论通过哦。因为传言一旦传言管理规则，因为上一次预告的时候是在两年前预告的哦啊，所以我们上个月我们开会已经通过哦，就是全通通大家平均通通降了一点啊，那所以那个我们现在就是。要行程序，我们还要在预告14天完了以后，我们就会行法制作业、哦、就是办理传言管理规则的一个、啊、那个修正公告的一个程序，那、啊、到时候我们就正式实施、哦、啊，到时候我们绝对会、哦、那个用正式功能、哦、那个通知各个议会，通知各个学会、哦、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啊、什么时候已经修正了、哦、这样子哇不然因为搞完我们喜欢新闻的事，我们年以前我都告诉你们说，那个底薪工的加薪都没有关系的。那个环境在做的程序，现在有点那个，因为反正你要朝这样子去做，应该紧啊，不然搞工薪工料就是农业农工地啊，是吧？那我们可以来一起，大家来一下，要规划你赶紧走。我们刚才一天难过来，那是先问几句。所以你就是爱紧啊！现在预告14天，预告什么时候预告啊？我们这几天都预告往上走。预告14天，预告应该如果没有问题，就先让他们先去做啊，可以吗？讲啊，全部来负责，只要不涉及他们保险的钱，我来负责。还有哦，我就先签，然后。不涉及他们的那个保险的那个问题，那就我来负责。哦，反正你预告的时候，这一期间有关系吗？安内山。哦。啊，我一讲一个，我拢面拢红起来，慢慢开始流汗，真歹势啊！你讲话拢卡波啊，我就知影有几单位。这一块的，因为平时会做，因为习惯的时阵哦，那工作爱很多的，啊，有诶就是讲，啥物啊，哇，这14天预告，现在预告嘛，来容易点哦，容易点料，啊，再过来几个正式的一个公告，所以真的是那个，这个里面就请你们哦，多灰心一点，还有，啊，各位问题无？那无问题吼，我是安尼建议来，何师姐，咱哦真侪会使透过咱的迄个小钓协会也好，透过伊个也好，任何什么代志，你透过打电话嘛好，安尼较紧。对不起，副主委，我拍摄哦，我今日较搞歪一点。那个，我上后想要表达的，就是讲吼，说实话，就是讲自从副主委上任以来哈。做一届就爱阮东港这个所在帮阮解决做一个问题，即会当讲成效吼，至少有一半以上啦。啊，我感觉讲我做移民的一个代表吼，即个甲大家咧讲这个代志的时阵吼，我也是感同身受。啊，是不是讲吼，咱为着遮吼，会当好大刀阔斧啊，帮咱企业界吼做遮个改变，即个付诸于吼，咱热烈甲拍一下鼓啊，多鼓励一下。啊，谢谢副主委啊，因为不过东西你是要讲问题啊，是要讲这条。啊，那个副主委头发先有修点啦吼，啊，阿你我讲来讲，就是讲哦，摸黑摸黑的呀。
我们请来大家拢哦，爱生活安尼，咱念起来才有法度。我咱的医院个，我咱的医院哦，会当过一块，这是一个感情的啦，咱苦海请来人的感情。啊，所以有地话紧，咱不管个，大家讲到迄块拢话紧，但是对外，咱就是要行好个这条路。政府单位的人袂讲哦，我是有回事，我要较紧还是较早，啊，不回来了。啊，但是我是大家拢是这个习惯，就是咱的医院拢无事，也顺顺利利了。包括举手嘛，我也是目前对嘛，目前啊，你个代志，单间的包括都一个。我跟你讲，你一定要较紧，好无？啊，甲我管理好好啊，人个迄个粪扫啥，甲管理好好。即点你一定要做好，即嘛阮也是。安尼来，你阁有啥问题？上主要就是讲吼，因为头拄我听到一句话足感动的，就是讲，这个业主讲，就讲吼，服务咱居民吼是责无旁贷哦吼。啊，这点，我深深的体会就是讲吼，其实咱业主。登部以来，拢是和咱渔民徛做伙。啊，毋过，阮即个渔业内底吼，面对即个国际面顶的改变吼，足大个。因为阮处理有当时啊，要和中国船仔竞争，要和韩国船仔竞争，甚至讲一寡外籍船仔竞争。即有当时啊，阮会制造一寡，即马和以前啊无共款的问题出来。我就是讲，请中国一定爱体谅阮，毋是讲阮渔民这边只吼故意。有这个问题要抓出来啦吼，啊当中有一个我是感觉讲，有一寡环境改变无法度立刻来做解决的问题吼，希望讲企业主对这种的案，希望讲吼，因为是环境造成的，恁无法度解决，阮嘛无法度解决，这种的案，袂当讲先甲阮发落来吼。我打一个比方，就是讲，咱即马的船长欠国内。诶，船长欠是欠加，阮也是讲有法度好去请到台湾的船长，阮嘛要请台湾的船长，谁无想要请台湾的船长？也搁好沟通，啊搁找会着人，啊搁含伊搁有法度好做一寡联系。啊，毋过若主讲是大环境之内无法度请到即个台湾船长的，我希望讲处理，但恁即个时间，甲阮好好了解一下，因为阮有当时也是。不得已的苦衷，啊，树林啊，总讲为了安尼来发阮的存款啊，你发落了，阮嘛无法度做改变，阮有时白白互恁发，阮嘛是真艰苦，阮无一只存啊是想讲要去做违法的代志，啊，请长官尽量加，帮阮透露一下，谢谢。感谢，即阮都正在处理啦吼，在，还是现在是船长。实际上是有一些船队来宣传，有外籍船长，那这边都来提了嘛。那有哪是其他的，就是讲问开始的时候，就是讲普通的船员做啥东西，就是来就是干活啊，这边来面对船长的，这些来是做过来，因为这个产业嘛，也是安尼是主要。我慢慢慢慢来来进行来学过，我知影这个贵的。现在咱要安怎做一个调整？啊，毋知拄仔你讲讲，我干嘛要培养吼？我真是要培养咱个，迄个台湾的一个啥，一个水产营销，现在咱要出一家，咱就应该强力甲强调一下。这就是咱大家爱，这咱的是台湾的一个海岛，有啥物困难，你重视你的海，这就是你布局，海洋布局你要看好。包括你什么调用，甲咱的基地巴士啊，什么运输，这就是我跟你讲，你若无理解，你这就是哪样子在用钱。麻烦伊来帮我来帮咱做。啊，这点就是我，所以讲，像我同来感谢你，咱阁有这阵这么样大的这啊，不管你变到这个海，来维持这的这个产业，我来发展国家呢。所以这我想讲，我们大家还是一起来。物件问题很难修，那这个我们要认真来想一下，那个叶老板有什么问题？好，对方有啊，临近海城，你们不要一年500万都是用在那个地方，
我们的人来讲还是要比较强，但我所看到他的工作的状况比较难来。就像你刚才那个高中生那个状况，有到达奥运，到达奥运，他有些人就没有了。这里我是不能够还来讲，还没来，今晚的更忙工地，好拜托其他部门这里我来看安怎来解套这个问题。安尼好，安尼，迄个艺术品你看最后吧，结论是安怎？刚才咱我有没有政府主委吼，他们也有地主的公司这边落去啦，咱这也有私底下的关系吼。今仔日来到咱南竿区议会，和咱这的居民吼，看什么需求，需要改进来建议的，吼，大家拢真重要吼。啊，若是够真正临时咧改进的，我都来议会，我来找咱的议会办公室，我反正用来表示。来沟通，哦，拢是移民，啊，咱移民有数落去个拢徛做伙，哦，啊，感谢各位大家，哦。这里好像还有一个单元是吧？那个卫生局的。喂，啊，就是我们东港镇的卫生署，啊，要做一个防疫的登革热防疫的宣导。那么现在我们的会议是先告一段落啦。